6:52，今日係大致多雲，早晚有兩陣微雨同埋薄霧，其他短暫時間有陽光同埋温暖，最高
都影響大約24度。展望未來2-3日漸轉潮濕有霧，星期日同埋星期一日間温暖，星期二北風增強，天氣漸轉轉涼。而家室內氣温20度，相對濕度係90%。首先同大家睇份報告報道，國家出入境管理局公告，為咗便利粵港澳大灣區人才從事科研學術交流活動，2月20日起喺大灣區內城市試點實施往來港澳人才簽注政策。內地嘅6類人才可以申辦往來港澳人才簽注，持證人喺簽注有效期內可以不限次數往來香港或者係澳門地區，每次停留不超過30日。6類人士包括演出人才、科研人才、民間人才、旅遊人才、科學人才。